少年受苦，真爱一切生命，生命天使与您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因为这个诸位菩萨啊，他是来从的位置来显，这叫即位菩萨状，即位菩萨啊，每一位的都不同，这就讲行部了，讲行部了啊，地位不同嘛，就讲行部了，地位不同，度生的所行的法门也不同。调化众生的教化的方法也不同，所严谨的道场岔度也不同，或者一地一度度，一地就是出地，行一度是波罗罗，或者行着慈悲，或者行着布施，各个不同，这一个是总说，以下九个就是别说。这显得调声的次第，调声的方法，来度众生的所有的教化，云海光离垢障，菩萨摩诃萨，得念念中普入法界差别。得这么一个解脱，到了差别的地，差别不同的，就是说转法轮的时候，圆满遍住的转法轮，自生宝髻菩萨摩诃萨得不可思议劫，与一切众生前现清净大功德解脱门，与不可思议的劫是实践。一切众生前是所度的众生，演说的法是清净大功德，就是示现灭一切众生的惑，灭一切众生的惑疑惑，功德自在王净光菩萨摩诃萨得普见十方一切菩萨出义道场时种种庄严解脱门，出义道场，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一切道场，这言一切道场，言一切场坏聚会的菩萨聚会的处所都使得严净，善如猛莲花集菩萨摩诃萨得随众生的根解，普为显示一些佛法解脱，把这个根和解形容着像海一样的，这个海大家以后知道，在华严经都是加个海字什么呢？形容词，说这个法呀甚深的，甚广的。这个含义，孩子是比方的意思啊。随众生的机来说法，以什么来随机呢？以法来随机。随众生机，应以合法得度者，就给他说什么法。普自云日闯菩萨摩诃萨得成就如永住无量劫的解脱门，这个呢
为众生故，容在世间。那么说，释迦牟尼佛入涅槃，是不是还在世间呢？入涅槃是一个相，是个涅槃相。让你知道，佛从成道到入涅槃，八相成道的意思。我说涅槃了，是在用这个涅槃法来度众生。涅槃法是不生不灭的，既然不生不灭的，还有什么离开吗？没有离开了，释迦牟尼佛还在世间，不过不是释迦牟尼的相，他随缘。大家这样来理解，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如果你到印度去参观圣地的时候，你知道释迦牟尼佛走的没好远，就是恒河两岸，就像我们中国的孔子，我经常是孔子吧，儒教的教化的周游列国，他那时候的列国呀很小很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他出生在山东，他连长江都没过过呀，陕西都没到过呀。说孔子，孔夫子一生没入秦，陕西是秦国，他走的地方很少，后来家这么一说那就大了。释迦牟尼佛也入世了，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走的地方并不多，但是法身化身，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化身，化身的化身，那就远了。人有智慧没智慧，实际上没多有智慧没智慧，说法和说环境有智慧没智慧，实际上没到中国呀，他也不知道五台山，他也不知道福建自提山呢，但是他演环境的华严住处篇就是东方有果，名曰震旦，其度有山，号曰清凉。他那时候3000年前他就知道这是清凉山，清凉山文殊菩萨住的地方，这地方殊胜的不得了，到什么程度，每天有10000菩萨舀清凉，咱们见到了吗？我跟人开玩笑，这10000菩萨，我们现在这个五台山有10000个和尚没有，连比丘尼比丘有没有，就是这10000个人舀清凉的，住在清凉里头舀清凉的。菩萨的意思什么含义啊？觉有情嘛，自己明白了信佛了，让一切众生都信佛，别说太深了。我们现在打一个千佛共生的，打个千圣赞，也不才1000多个人吧，还没到10000呢，还不够数，不够数怎么办？说草30都给算上，接上说医报正报都可以，你应当入世理解呀，你算有信心了。对，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还有一个处，福建义德地区一个自提山铁冠菩萨。那我在福建的时候，有人问我说，是那个铁冠菩萨怎么好像不如观世音菩萨，观普陀山那游客那么多。我说你看的是现象，不是本子，不是本子。是啊，铁冠菩萨自地山上道路也不通，游客也很少，
住的和尚嘛，现在不错了，有20-30个人，过去只有几个师傅守着那个庙，也叫华严寺，叫华严寺。这是咱们的凡夫，这业障眼所看的问题，实际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不是这样子呀。既然我们看五台山，也入山，现在我们学了华严经了，你把你这个脑壳放大一点，心量放大一点，想的多一点，可不是想烦恼啊，我们把烦恼变成菩提就好了。我们的烦恼想的可太多了，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那脑子活动的很局限，局限在什么里头呢？贪嗔痴，把它放大一点，是吧？咱们经常说眼光看远一点，我们现生所说的眼光看远一点，也就是当生了，也是10-来年的事儿了，这个可不是环境所告诉你的，看你听听吧，就是不用说讲解了，你听听这个经文，它文字怎么组合的，它这文字组合显的道理是什么道理，你知道了。说言道场，一切道场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都是严净的。如果你们到了那个普光明殿，普光明殿，那佛说华严经在那说三次，说是不是咱们这个普陀寺的普光明殿呢？也可以说是吧，啊，也可不是。实际上呢，究竟是不是？对，要你去参。这个普光明太小了，哈，比微尘大得多。咱们就这个普光明那个殿头有好多微尘。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智慧能看见普光明殿里有好多微山，要这样来理解了，这样来理解了啊。在理上，理上可以顿悟，可以理解成佛，这只是理呀。如果是你成了理来成事，但事上也入世了，咱没修成，没修成，咱们可以想啊，佛的功德无量，我们也可跟佛比呀，拿什么比？拿烦恼比呀，我们的烦恼也无量。对，这是两极端，一个烦恼无量，一个功德无量。烦恼无量叫众生，你这个众生啊，是烦恼合成的，说无量的烦恼集中在你一身呢。对，说你翻过来了，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也没有烦恼可断，也没有菩提可成，这把它翻过来了，烦恼即菩提，那也无量。你翻过来时候，那就是无边的幸福，无边的福德，无边的智慧。翻不过来的时候了，那就是烦恼还是烦恼，障碍还是障碍。如果你脑子里经常这样想啊，这个想法，这叫观，这个想，这个观，就是智慧，这叫智慧。那观成功了，这就是烦恼即菩提了。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菩提，二而不二。因为它的体呀，只是一个一真法界，事有千差，理无二字。在事上是千差万别的，在理上只是一个十法界。没有，纯粹是理，这是理，这事上不同啊。所以严净道场、普庄严会场，
也入世了，也入世了，所以功德自在王清光菩萨摩萨，他见到一切的菩萨出于道场时候，种种庄严谢脱。假使说我们将入佛门，看见那个大雄宝殿，或者到这个法堂，你心里跟你的世间上所见的它就是不同，你心里就起来变化了。如果你登了地，登了初地，断了无明，那你的境界为什么初地就欢喜地呀？得大欢喜，得大欢喜。你道场咱说严净，什么叫严净，什么叫不严净，你多观察一下啊，不要听我来解释，你自己观察一下，想什么叫净，什么叫不净。因为不要受那个名字把它局限了，不是局限了，因为转化，转化名字相，转化了一切的所有的世间相，变成清净的道相，用理来转世，在一切你生活当中啊，你可都这样观想。如果你听华严经这些个法门，这些大菩萨正的法门，听了半天，你也不知道这是说什么呀？有这感觉没有？听了好多十普菩萨各说一个，普贤菩萨他就说了十个，十普四菩萨又各说了一个，咱们前头所有讲的200多个那些个菩萨继位。他即什么位现什么相，种种的不同，你要随这个文字相去转，你还怎么叫解脱呀？你没入门啊。咱们经常说说火门都没摸到，那怎么能打到火了，就是这样的含义，你还没摸到门呢。摸到门怎么样呢？不要向外边找门，在你心里呢，解脱是在你心里面，那门你怎么找啊？没有门，形容词。有个门你也入不了啊，普贤横愿的横门，你进得去吗？为什么进不去呢？原来就没有嘛，你咋进得去？得回来。回光返照就是你自己的心呐，当你不理解了深深的道理，你回到很自然的、很浅显的，很浅显就是你自己心，说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心吗？自己问问自己，我自己不认识我自己，不错了。能认识自己的，究竟认识自己的佛觉悟了。咱们现在啊，自己把自己迷惑了，认得不到自己了。而这个身体啊，这身不是你，是假的，它是可坏的。你也不认得你自己啊，你眼睛不能往回看，你脸上哪儿脏了就得照镜子啊，你能看见你脸哪儿脏了吗？说孔夫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一个小孩，小孩才几岁，小孩当着不让他走，他跟着小孩在一起讲道理，那小孩在那拿土块啊，拿石头摆一个城，那
小孩在那城那儿摆着石头，摆个城在那坐着不整。那孔夫子不能待在这些地，怎么将小孩散开？小孩不散开。完了，他说孔夫子，他说你这么有学问的人，不讲道理啊？说人在能在城上走吗？我这是个城啊。但你这什么城啊？你这摆的玩吗？画的城吗？他说我问你，你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说孔夫子是圣人吗？他说你连城都不懂的，我这是个城，不管它大小，我是个城，你知道吗？他说你这说开玩笑，这个我知道要讲不知面，是不是？你说点这个眼前的事儿嘛，眼前的事儿。你数数你眼眉好多吗？你数过吗？你好多根眼眉。那孔子眼眉谁数过？没数过眼眉。他说你什么圣人呢？眼前的事儿连那眼眉好的根你都不知道。你要着走吧，我这个城不许你过。这是讲笑话，这事实也是真实啊。我看到这个，我认为真实的不错。因此啊，你看一切法的时候，都可你做榜样，作为你修，作为你的修。说找个疾风转雨，你一天生活之中都在疾风转雨当中。华严圣经，戴乐顶就是啊，佛母洞也是啊。说不是。不是为什么你磕头啊？好多人到那儿磕头啊，是不是圣经啊？他心目中的圣经，他说这样我就能得智慧，这样我就能消灾。这叫解思，心净故国土净，一切国土都是庄严的。普言常会。所以一些道场都是庄严的，什么庄严呢？大家看着咱们十月初八佛降生在这供着吧，看见很庄严的吧？我跟大家很生欢喜心，是不错。如果你看见比这个还好的，会好十倍，好一百倍，而且不是假象，是真的。我说这真的是假的啊，比这个假的净拿宝石庄严的，就拿七宝庄严的，你看见那个就知道那个比这个好到哪里去了。如果拿那个再比吧，第四天的宫殿来比，你可以比啊，说不识货不怕不识货，就不货比货，说你心里想原念你所到过的，你所看见过的，你这比起来啊，看完了看去的，世间上没有一个真实的。十月初八得过了，十月初九我早上到来，我还想看一眼，没了，哪儿去了？无常的，幻化的。你这样来理解，说讲华严这些境界，你能理解吗？对你来说，对我们来说啊，没有；对诸佛来说也没有。那怎么演一部华严经啊？不可思议了，这叫不可思议，就在这个地方。两个老和尚这个夜间睡眠的时候，早上起来，一个老就说：“哈，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说：“干什么你不睡觉？老鼠吵的我不睡，睡不着啊！”他这个道说：“你真了不起啊！”他说：“吵的我没睡觉还了不起？”说：“是啊。”
说怎么了不起？说你昨天晚上听了一夜的华严经，老鼠叽叽叽说了一部华严经，怎么样理解啊？这就叫不可思议。咱们讲起来，或者咱们送华严经，我们这道友有一般道友专门送华严经，一天送一卷吧，八十天送一部。我们孤山老和尚，一个老和尚从那个天王殿缅香走到大殿里头，他就念了一部华严经，好远吗？这也叫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你怎么理解这些问题？完了再学华严经就理解了。让我讲正文啊，看正文啊。善容猛莲花及菩萨摩诃萨，他得了一个法门，就是随众生的根，随众生的理解力，普给他示现一些佛法，他证得了这么一个解脱门。解脱门叫什么呢？叫依法随机，依着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随着众生的可思议的机，不可思议的法随着众生可思议的机。那众生这个机呢，闻到这不可思议法了，众生这个机把可思议的也变成不可思议了，法不可思议过。普自云日床菩萨摩诃萨，得成就如来自融住无量劫解脱门。如来的智慧永远住世间的，住世间无量劫。佛的身呢是金刚不坏体，金刚不坏体融住世间刹尘劫，永远不会消失的。这样来理解，就是一切事物不看它的相，看它的体性，体性是永存的，看众生性，观众生性，不见众生相，相是幻化的，虚灭的生灭法，它的体性呢是不生灭法，生灭从这不生灭而生起，生灭还归于不生灭，那生灭也变成不生灭了。所以说一切的事物永远存在的。大精进金刚髻菩萨摩诃萨，得普肉一切无边法音力，无边法音力，法音，法音是指着佛所说的法，叫法音。像小乘的苦空无常无能，这叫四法音。那么拿这个来印证，印证佛所说的一切法，啊，印证一切法，印就是，咱们这看到皇上有个印玺吗？当官都有个印吗？那是紫物上的印，那个印呢，盖上那个图章，效果就有了，没给你盖图章，效果没有。先母受戒要有个戒牒吧，现在需要有戒牒，但是佛在时候没有戒牒，听说过吗？我一切经卷上都没说过还有个戒牒，没有，没有。那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有个戒牒？换句说是证明物，证明物。法王有个法王的印，
什么是法王的印呢？不动不变就是法王印。法王印。妙法的印玺是什么呢？就是妙法的真实。妙法的真实是不动不变的，就像印玺一样的。证明佛的正法，证明佛的正法。一切诸佛祖祖相承，一代一代一代，就是心心相印，这叫法印。咱不做其他经论解释啊，就是心心相传，心心相印，这叫法印。所以在这个大智度论上讲，得佛的法印通达无奈，以法王的印可通达无奈，无所留难。说哪是哪几种法是佛的法印呢？说佛法印有三种。佛法印有三种，哪三种呢？一者是有为法，有为法，念念的生灭都是无常的。第一个啊，只要说他说这一切法念念生灭无常的，是佛说的，不是佛的法印。你也如是说，反正这是正确的。二呢，一切法无我，无我。凡事要说一切法无我，没有我执。这个像我们平常说话啊，平常说话都说我弟，我弟，我弟不是我，是我弟，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鼻子，我的六，我的身体吧，我的心，是我弟呀，不是我。离开我们这眼耳鼻舌身意，另外还上哪儿找我去呢？我在什么地方呢？你找到了，你成了。还没悟，没悟就还没找到，没找到还没成呢，是吧？一者无常，二者无我，三者呢，涅槃，寂灭。三者就是寂灭、涅槃。涅槃就是上头两种说的不生不灭，就是不生不死。这就是开了悟了，证得了，就是开悟了。这叫法印力，直到悟我了，产生一种力量。什么人呢？悟我的力量，让一切众生都能明白悟我。这立生的了，立生的了，让一切众生都知道念念生灭。念头是极短的，一念起了一念灭了，一念起了一念灭了，说念念生灭。有些加个生住意灭，生了还要经过一段住，像人生吧，是吧？你一岁到九十岁或者到五十岁，这一段时间就是住，生了住的时间。这你住的时间呢，它产生变异，说一天跟一天不同，天天变，不是一岁就到五十岁了，不是顿变的，是念念的变，变，生住它就变异了，就是异变化，变了，变到没有了，消失了。这生住意灭，但是有的它不经过过程，像你这念头吧，念念都有生住意灭。你数过你的念头生住意灭吗？说这念起了灭了，又念又起第二念，说这件消失了一件。
刚想到这个又想到那个了，就念念的生灭。你观察这个也是参学了，也参学了，就学吧，你参吧，你找你的念头，为什么他不住？说念念不住，你的心呐，随时在变化，变化，这就是入于无边法印力。诸法是无边无际的啦，多得很，无边就形容它多，多，是别的法不说，咱们就是心念法嘛，你就观察你的心念，刹尘的心念，我这我们道友互相之间开玩笑，说、哎、你今天起了好多念。谁也答复不出来，对，啊，这念念都念什么？说修行，你能把这个修行好了，最大的修行，把你念头看住，要念不让它是虚妄的，让它变成真实的。在我们教义当中有这么两句话，打得念头死，把念头打死了，虚如化身活，念头死了你化身可活了，念头不死你化身活不了，这叫离念，离念清净，咱们在离世间品专门讲这些个的离念清净，从名字上就知道离世间，但是离世间而在世间，在世间而离世间，这叫法印呢，就是依着这个无我、无常、涅槃，依着这个。来印证他开悟没开悟，他能够观一切法无常，印得无我了，得到的寂灭。这个寂灭不是像咱们说没有了死了断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寂灭就是不生不灭，叫寂灭，寂者是定，常时在定中，常时定中，灭即是生。怎么讲呢？说你看着这人这儿死了，他那儿生了，这儿死了那儿生了，生了又死了，死了又生了。在这个是生灭法，生灭法达到不生不灭。他不生就不死了，有生必有死。好多众生对了死了不高兴，其实你生的苦恼也不简单呐、啊，你是不记得了，糊里糊涂生下来了，生完了时候不记得了，那个苦难忘了，这死可怕。这就是法印能够使众生的误解。香焰广场菩萨摩诃萨得显示现在一切佛使修行菩萨行乃至成就智慧具，学徒们，这个就是修禅宗的顿悟，顿悟始终怎么样开始的，怎么样还灭的，这得有智慧，是吧？视线一些众生，从佛最初开始发心行菩萨道，
乃至成就了究竟佛果了。像我们禅宗顿悟，一念之间顿悟，这个但是顿是由见来的了，没有见怎么有顿呢？不过他今生开悟，他无量劫所修的集聚的，像我们大六祖大师吧，大家都知道吗？对，六祖大师一点文化也没有啊，他卖柴火的，听见人家念《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他就知道了。而且那种悟是大彻大悟，不是小彻小悟。他不认得字，但能讲经，比哪个法师讲的都深入。他离文字相，这是顿悟，这叫顿。我经常这样讲啊，在禅宗讲，禅门一炷香，顿超直入，立正菩提，不假方便，直证佛果。但是，他过去多生修行呢，没有过去多生的行，怎能今天结这个果呢？说过去的没看见，就看他今天现实证的。你看释迦牟尼佛坐菩提树下就成了道了，他在这个斗率天内院就是等觉菩萨了，这样的下生人间的，这都是方便善巧，一切法门都是方便善巧。大明德深美音菩萨摩诃萨得难住毗卢遮那一切大愿海谢陀门，他所修行的跟那个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修行的同，往昔同佛一起修行的，所以才入世。大佛得智，大福德光智生菩萨摩诃萨得显示如来遍法界甚深境界谢陀门，这是与他的智慧光，智慧光就是智慧显现如来难思的境界相。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寿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本会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佛陀的正法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除了推广点灯供灯，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念善缘，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供灯，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成立至今，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共点36,767,314盏，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共1,803,2,215杯。希望
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善行与善德，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真理、平等无争的光明。此外，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具的优秀僧伽青年，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无论南传、汉传、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同时，在设伏方面，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以及海外急难救助，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地触及全世界。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户生活，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免费供应饮食，爱心素食免费便当，自104年1月1日起至110年4月30日中午止，海内外免费结缘173万3488份便当，宣导吃素的意义，传扬人间慈爱温暖。此外，还有辅导街友就业，重新适应社会，近年来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老弱病苦关怀，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自105年6月16日起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1889场。弘扬祭祖扬孝道，万幸祖先普回向，祈愿长辈福久久，众等礼拜金刚忏。10月14日，农历9月9日，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领众线上礼拜金刚宝忏。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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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虔心供养福田僧，摄心闻法智慧开。虚云老和尚云：佛法二宝，乃僧宝扶持，若无僧宝扶持，佛法二宝无人留步，善根无处培植，故此斋僧功德最大。斋僧之目的，护持僧伽安心办道，住持正法，弘法利生。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于民国92年成立，秉持供佛斋僧为宗旨，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僧宝宏愿利有情。自民国93年起，历年于林口举办国际供佛斋僧大会，至今既有17年，每年僧伽应供人数平均为7000余人，多年来国内外供养僧宝人数已逾40万余僧次。109年，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严峻，林口斋僧大会停办，功德会为四世供养寺院及道梁，去年复结下安居的寺院道场、茅棚及佛学院供养三宝。109年7月2日，感谢台东海山寺提供场地，功德会于海山寺顺利举办花东供佛斋僧大会，吉祥圆满，供养花莲暨台东地区寺院的诸山长老、法师计有500多位。9月11日，净缘护法会于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护国习斋千僧祈福大法会，功德会受邀供养千僧。12月15日，于屏东潮州妙光禅寺，由台湾佛教总会、中华佛教比丘尼协会、
屏东县佛教会联合举办护国喜灾全球除疫消灾祈福超荐无遮大法会，功德会亦亲赴供养400多位僧众。国外共僧方面，功德会以汇款方式完成供养偏远贫苦印度锡金邦地区寺庙喇嘛僧众560位，供养不丹东部寺院约1200位僧众，供养西藏地区10余处佛学院及闭关中心约3000位僧众等，合计供养国内外约计育有10000多位僧伽。三宝的本质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空性的智慧。供养三宝可以得到5种利益：身相端庄、气力增盛、寿命延长、快乐安稳、成就变财。东山高中董事长悟元长老曾说，斋僧其实是在斋你自己，你在成佛道上，你在广辟你的净土，你将来的佛净土就在此时此刻完成，不是向外，一切一切就是为自己，功不唐捐。供佛斋僧是功德会的主要宗旨。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尚未去缓，110年林口供佛斋僧大会决议停办，功德会仍依循每年模式，供养国内外结下安居寺院道场、茅棚、佛学院的僧众。今年预计国内共僧行程：一、5月8日于屏东妙光禅寺，由中国佛教会启建万元护国喜灾祈福法会，约800位僧众；二、8月29日于南投举办共僧法会，预计供养约500多位僧众；三、10月17日于花东举办供佛斋僧法会，预计供养500多位僧众；四、供养一些结下安居寺院道场及佛学院等。国外共僧以汇款方式：一、大陆西藏地区寺院、佛学院及闭关中心供养3000多位僧众；二、印度含南印度、北印度、锡金寺院、佛学院及闭关中心，预计供养3000多位僧众；三、不丹寺院、佛学院及闭关中心，预计供养1至2000位僧众；四、缅甸寺院及佛学院，预计供养1至2000位僧众等。落实佛陀智戒的本怀，依律行持，正命生活，祈愿所有精勤修行的僧宝都能得到充足的衣物、饮食等，使其安心修学办道。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是国际性的组织，不分种族地域，所谓捐滴汇为无量功德海，我们珍惜每位护法居士的发心与愿力，汇为无远福界的功德力，遍照法界。除每年举办斋僧大会，善款亦作为其他国内外佛学院、偏远地区或茅棚僧众、道粮、医疗、僧伽教育基金之用，以达真正护僧目的，安心办道，无后顾之忧。我们借圣落实斋僧精神，凝聚众善为万丈菩提星光，有如汇聚照亮10方共僧行。斋僧之意，是以清净至诚心，敬备僧物与饮食，供养10方僧众，以此功德力，能济现世父母福增寿长，过去7世父母、6亲眷属得出3途轮回之苦，获得解脱。功德会18年来心无疲厌，护持三宝，弘宗典教，连结10方善念，借由供佛斋僧的殊胜功德，回向法界一切有情，令所处世界一切祥和。捐滴财布施，有如海纳百川，流入汪洋大海，共僧之福，善行随喜，都有您一份发心的功德福田。祝福您60吉祥，福慧真源，身心康泰，随心满愿。菩萨云集现妙供，归敬三宝最吉祥，斋僧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
护持三宝共生，请汇款至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汇款账号：一、邮政划拨，账号：19823420，19823420，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二、台湾银行综合分行，账号：0660-0103-1667，0660-0103-1667，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见闻如幻影，三界若空华，问佛一根除，尘嚣绝尽。夫以真缘暂寂，乃罪性之本空。苦海红尘，逐妄波而不息，由众生之业感，至长劫已沉沦，受报地狱之中，永离苦楚，转生恶鬼之内，常忍唏嘘。既无解脱之期，宁有超生之路？匪障如来之慈愿，何解恶趣之道玄？诸颂真玄是甘露之法实，登能宝具足明记之幽途，普使弥留具超极乐。今日道场以此普施功德，回向铁围山内，面缘大师统领36部无量无边恒河沙数诸恶鬼众。无愿。自从旷劫直至今生，是业障以笑容却最浅而清净，火汤永沸变成八德之莲池，如烟交汇化作七珍之香盖，剑术皆为玉树，刀山尽作宝山，偏借铁床现菩提之法座，满腹童子化甘露之醍醐，往昔债主以相逢聚盟谢托，集结冤家而共会各岁逍遥，欲主心慈明观慈善，多生父母从之入圣超凡，也是亲因自此承恩获福，天上五帅不现，人间四相皆空，修罗舍尽嗔心，地狱习诸苦恼，河沙恶鬼化热闹而作清凉，十类寒声舍迷途而登绝安。不愿此国土他国土无量诸国土一切有情共振真常，此世界他世界无量诸世界无尽寒士齐成佛道，世恩不报三有君之法，及众生同源种子，同源种子，诸佛正法菩萨僧，直至菩提我归，我以所修诸善根，为利有情愿成佛。是不是见水源所成，水源所成，金刚萨埵拜子中，南无智达萨埵所成耶，玛拉巴耶，玛智达萨埵耶，达瓦帝耶，萨帝耶，娑弥罗哇，萨埵娑弥罗哇，罗弥罗哇，娑娑弥罗哇，萨利哇，揭谛提，摩耶达萨利哇，噶里巴，萨那咩揭谛悉。